听到我的同事跟我说，刚刚中午吃了一个老三便当，难怪有这么好吃，越吃越爽脆，有够好吃，够健康，一定拼第一名。我不完美的地方，就拜托中常委帮我。我们都是一个团队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信心。所以我做的不足，做的不够，也需要大家给我指导的，请各位麦克听。其实这个是平常啊供应党中央的便当，是一个庶民便当。我觉得你假设拿来做一个议题操作，真的不合适。我觉得就是跟一般大家吃的便当一样。那你假设要用他的名称去操作，我觉得不太合适，也不太好笑。如果说真的是老三餐盒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把老三餐盒吃的光光，不就变成是我们不会再老三了吗？我们就变老二，我们之后就变老大。如果说大家真的那么 care 那个餐盒的名称的话，以后中常会天天订冠军餐盒会不会更好呢？所以其实有自信，我们就不怕任何挑战。有自信，我们就能够走出自己的路。一上车，听到我的同事跟我说，刚刚中午吃了一个老三便当，难怪有这么好吃，越吃越爽脆，有够好吃，够健康，一定拼第一名。